哎，然后游戏模式大同小异，然后多了一些新的海洋生物吧。哎啊，很奇怪的是，它居然不是以 DLC 的方式出哦，它是以独立开发再开发一个出来。可是很奇怪，原封不动的模组，增加一些新的生物，东西都一模一样，但是它却独立跳出来第二个游戏这样子，它不是 DLC，很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样做分别。哦，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当 DLC 来看，其实也是 DLC 啊，差不多也差不了多少啊。哎呀，有没有声音啊？各位，游戏有没有声音？刚好在200米哦，好啵，应该是有声音吧。然后我已经捡到好多这种小企鹅鱼哦，我真不知道捡来干嘛。而且重点是，它的企鹅鱼可以塞到仓库里面，它到底怎么塞的？它到底怎么把它塞下去的？啊，有点害怕。我想说我之前在玩也是都有下到200米啊，可是他就找不到啊！我靠，林老师嘞！我操嘞！我操嘞！Oh my gosh！哎，才刚开始，可以不要这么刺激吗？干你老师也吓死人了！没关系，我就再找看看好了。那什么鬼声音啊？知道刚爆我是不是？又来一只，又来一只！哦！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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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要打我！吓死你了！无时无刻都在刚你，就是要这样才刺激。到头最后结果很好笑。你是说这游戏最后的结果吗？啊，一切都是一场梦，是不是？原来我在做梦啊，是不是？梦结局。其实我真的。哎，找到了！哦，居然到了！哎，为什么会累格的啊？这里啊！哎，我们才刚开台不到5分钟，我就到了。然后我自己一个在那边晃晃1个多小时，超级小。果然是要开台才有办法找到啦。那我以后东西找不到，开个直播好了，好不好？你们这样怎么看？行不行？而且滑一滑会累格哎。不是啊，游游会卡顿累格这样子，这什么操作啊？跟着这个石碑走，呜！别！妈，什么狗叫声？我要氧气，快点！哦，这里啊，我怎么进去？什么声音啊？Amazing！外星人，有朋自远方来，应该不会伤害我吧？美丽水世界又名深海迷航，它在台湾翻译好像叫美丽水世界吧？结果自行想象。对，然后。在那个大陆方面翻译叫《深海迷航》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啦。你说这边有传送门是不是？哦，请投降。敌意不足，可以接受。Are you alive？ 还是电脑？I want to meet the people who built this 渐渐造这个地方的人。What do you want？For you to stay here. With you? Forever. Forever? Your masters will seek to harness 你的组织，你们会想要我的力量。You've met Altera, then? It is what we would do. People will come for me. They will also stay here. That is all. I waited my life for this. I'm not your enemy. Hello? 让罗宾费尽心血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这边外星人的遗址。啊，是不是？剧情是不是都这样演的？看一下，你的组织们会想要我的力量。这个避难所的这个不知道是谁，他怕他的力量被夺走。然后奥泰拉他妈又是谁？你猜？
我们来看一下吧。第一次来到陆地，水哦。我记得我之前在玩他的旧版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类似像是外星人的遗迹，只是我没有把它破关。啊，他这个会不会延续一代的剧情啊？啊，那这样没有玩过，不是也不算一代吧？就是他最早的作品啊。哎、欸，啊，如果有延续的话，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他演什么了。走这里吗？那超安静的、欸。哎、欸，我跳过来了。那不能第三人称看一下我们黑妞长什么样子吗？哇，魔术方块啊！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的？不要碰任何东西，安静的死去。啊？哇，我被困在这里面了。他不让我走，我要变成外星人的奴隶了。哦，这边有个工作台，外星人深海族。我记得有一只大只的海皇，就是那个叫什么龙的，我忘记了。我记得我之前在玩，我有遇到啊，差点死掉。启动下载序列，然后获得了外星人种族的超能力。开始下载。哇！然后我就因此拥有了神秘 power。这时候呢，一个戴眼罩的黑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加入复仇者联盟。于是乎，深海王就这样诞生了哦，深海侠。You have no concept for what has just occurred. Oh, I know it hurt. 感觉疼痛。What happened?Download capacity was identified in your cerebral cortex. 我被外星人计数了，他在我脑子里讲话。Return me. Release the force field. 先释放立场。Return me, or I will destroy your orbital station. 我那么凶。Why not do it now? My survival chance increases if I do not draw attention. I don't think you have the power. I think you're scared. Then I will destroy you.那我就毁了你！哎呦，好凶啊！遇到技术难题，我偏要动，怎样？来呀、啊，我动啊，杀我啊！休眠。What is happening？ 哇，他休眠了！哎、欸，放我出去，先放我出去再睡啊！干。哎、欸，油门开了还好，哇！居然突然睡着哎、欸，可是他现在在我的大脑里面哎、欸，他可以透过我大脑那边跟我讲话，好屌啊、喔！我现在被计数在身，在被他计数就对了啦。我们先回去我们原本的避难所啊，看怎么样。Did you make it inside the sanctuary? 有。Yep. Anything unusual? Like what?通过生物检测到你有一些奇怪的数据。Malfunction, maybe? I want to make sure. We're sending down a disposable bioscanner. Take a sample and 取一个样本，把它放在火箭上。Okay, I'm on it. 现在基地那边问我说我有没有什么异状？哦，然后我现在编谎言说没有。因为我们隐瞒了外星人的事实。Hey, you in there? We're in trouble. If you send a sample, your master. 如果你把样品寄走，你的主人就会找我们麻烦。Return me. 他们会亲自来。So you can trap me again? No. Then I will mask my presence. 我要隐藏自己。他要隐藏自己，开始扫描。那我们现在做什么？现在外星人要求我们不要把样品寄走啊！他们的主人就是那个刚刚那个
跟我们讲话的那个山姆就会 来找外星人的麻烦，把我送回避难所。你是想再骗我一次？我要隐藏自己，开始扫描。然后呢？没有后续啦、啊。哎呦，那什么东西啊？大鱼。哇哦！哇哦！哇哦！哇，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害我想到那个什么螃蟹，可以用那个弹簧虾，是不是？哎、欸、啊，那个嘞，在哪里？嗯，哦，这里，另外好像弹簧虾，那一拳那敲下去超痛的，来，有种来敲我啊，来呀、啊、来呀、啊，哎呦，凶凶哎、欸。欸、到陆地嘞，好难得哦、喔！我看我的影子了，脖子好长哦、喔！我确定我是人类吗？欸，这是什么温泉？这是温泉吗？哇哦，居然是温泉啊！还是冷泉？哇，这边好酷哦！不能扫，不给扫描。是这里吧？我什么声音？你1000公尺会遇到很大的外星避难所，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到那么深吧？这个可能需要用到机器人吧？我现在连机器人都做不出来啊，这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应该是没那么快啊。哇，到了、欸，这是什么？免费的？哇！扫一下，获得新的蓝图。没有杯子啊！我要喝咖啡，快点！这是别人不要的东西吧？哦，体温加50，这游戏又没有显示体温，我为什么要体温加50啊？火箭啊！我们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啊？在这里吗？可不可以扫这个火箭之后，我就可以做火箭了？有没有？嗯，不知道这用处是什么哎、欸。货运火箭啊，不是这个火箭哦、喔，还是说跑错边了？要修理哦、喔。我没有做焊接的那个工具哎、欸，我忘记要做那个焊接枪要多少材料了。那这样我还要想办法回去看，麻烦死了。它只有在深海的时候才会有点卡顿啊。那在这个海上面其实还蛮顺的啊，还可以啊。我觉得卡应该是它游戏内的优化还是没做好。我是不知道它原版是不是也这样子啊。你看到这边就很正常啊。什么？这边超正常的欸。敢单挑啊！我操！嘿嘿嘿！哎，不会想攻击我吗？哎哎哎哎！干什么？干单挑，单挑！哦，哎呦，哦是啊，哦是啊，他是完全不甩我，是不是？哎，我把他打死了。哦，死掉了。
扫一下，即时者，本土生物，拥有强力的前肢猎食者，猎食珊瑚，全副武装，只有利维坦及猎食者才能对其造成威胁。没有吧？我刚刚从后面一直在狂上他呢，他都没有想要打我的意思呢。那照理来说，我比利维坦他妈还要强了。哦，帅哦！我可以送这给他吗？不行，他指定要这个。好、哦，哎、欸，好，怎么给他？阿尼，我可以放这个在里面，也可以、欸。我可以送他带状植物啊，算了，我送他这个已经烂掉的烤鱼给他好了，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送他？哇，这加50水分也好爽哦！我怎么……哦，我应该没有什么可以送他了，这全部都是很有用的东西啊，好吧？就送买一送二这样子。啊，我要怎么发射火箭？哎，这里发射火箭。我喝一下水哦。感觉没有什么作用。哦，这个也要修理哦。有了，然后呢 ？Go！ 哦，发射，要两个钛。哇！呜 ！Payload inbound, Whisper. Understood. If anything's wrong, we'll come get you. Why not take a couple days R&R up here anyway? Why don't you take a jaunt down here? Remind yourself that life. 刚那火箭怎么瞬间回溯啊 ？In colors besides white, off-white, and grey. And temperatures below zero. Oh my God!你到底有没有发射啊？You're trusting me with a snow fox. 雪狐。If I can find a version of the truth that authorizes it, you're amazing. If you're listening, Altera, she's amazing. Promote this person. Sorry, you're breaking up. Love you. Love you. Now what? 这火箭根本没发出去啊！超好笑，这游戏 bug。送出去马上回溯有没有？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欺骗了我们上级哦。拿那个修改过的样本给上面的人。那待会我们那个体内的外星人应该会出来说话吧？好，我要走了。哦。Oh hi. Yeah, Altera was listening. I covered our ass.And she's my sister, not my master. You do not trust her. 那她姐姐哦，现在知道。Can you read my thoughts? Do humans think? Listen, I am thrilled to meet you, and I would love to help you, but you need to get out of my head. 从脑里滚出来。You must release me to another vessel. Love it. How? I am uncertain. Your brain is restricted. I will inform you when I process the data.I'll keep Altera off our backs till then. You were more polite when we met. Yeah, process that. I will try. 所以呢，这个对话是要我干嘛？我要求他从我脑子里滚出来。外星人说，如果你不把我送回去，你就该把我放到别的货船里。嘿，所以呢？所以呢？我在那边睡一晚好了，可以睡觉吗？可以，到早上看到垂死之光的玩法了。哎、欸，天龙神安安你好，感谢复姓佑的追随，谢谢，感谢啊，感谢啊，还没授权没得做，所以说我现在做什么事？嗯，打雷了，哎、欸，多了什么？
道尔失踪人员，深度150米。我们去跟那个空投物资，去跟一下，去跟一下。快没有水可以喝了。哎，不是吧？刚刚那个空投物资是我们家吗？呼叫星际所有的承包商，他要以更新的任务项目，请看一下作战指示。未能完成目标将会受到会奖励，或者是把你从星球上除掉。这么凶啊！你可能需要一个人在那里待一段时间。我寄给你一个创造者工具，可以随意使用。哎，为什么刚刚这一段没有说话？ Contractor Goodall, come in. Why are you being cute? I have the CEO on the line. Oh. Goodall, this bio sample you sent us. 马克西姆，毫无作用。It spoke your name. That's what is happening down there, Goodall. I would ask your colleague, only he disappeared. I. Silence. Where is the other one? Here, sir. If you mean to make Vice President manage your people. Yes, sir. What is this, Pierre Cui? I said Seigneur.Sir, if I could just... He's gone. Sam, I'm sorry. I've been stuck in middle management since I graduated. I know. I'll try harder. I have to go. 寄来的样品是错误的。总被骂了是不是？高管。然后这边有两个。我们去看一下，应该是200多米那个吧。哇哇哇哇！哎呦，哎呦呀，哎呦呀，哎呦，三小三小。Oh my god！ 不要过来啊！啊，下面还有一只！我靠，我靠，我靠！还来啊，大哥，不要了吧，哥哥，不要这样子啊！非亲非故的，不要干我嘛，好不好？我人这么 nice， 下面好像有东西可以捡欸。哇！先捡下面的再说。作死作死作死！哎，这捡够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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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扣吧扣吧扣吧！我比较想看特殊画面，不用了不用了，这是没什么好看的。我已经看到信号器在闪烁了，在那里在那里，找到了找到了，到了。啊？问号？什么东西啊？我怎么拿到一个叫问号的东西？这确定是他们给我的物资吗？我不懂欸，给我一个问号，意义何在啊？换一下电池啊。我要给他造一个新的船。What kind of vessel? I have not granted you permissions for that information. I can't help you if you don't tell me. Which data formats do you accept? Words mostly. 文字形式。I have added the information to your data bank. Thank you. 哦，他给我数据了。I need something to call you. We do not use words that way.I used to have a pet barwol. 曾经有一个宠物，它叫做番茄酱。Don't make me name you two. You may append my seed code to the species designation. 种子代码。You may call me Al An. Al An. My whole life to meet a spacefaring alien. You're telling me your name is Alan? Is it insufficient? 原来他叫艾伦。No, Alan. It's perfect. Let me see about that vessel.剧情和游玩啊，会那结束了是吧？那我看看那艘货船。感谢游玩，剧情和游戏玩法会在后期继续更新，继续冒险吧。这意思是说，我们后面没有剧情了，我们可以开始探险了，是吗？啊，好失望啊！
我还想说剧情可以继续下去欸。那后面剧情暂时先停止了。